敬堂曲，请唱，让我们来朝拜上主。大家早安，早安。非常高兴我们又到了一个主日天，主日，主的日子，我们很高兴能够到教堂里面来跟天主说谢谢你这一周保佑了我们，我们愿意向你感恩，所以我们叫感恩祭嘛。那我们很希望下一周也能够平安，能够顺利，能够健康。我们有信仰的人就这么大的好处，所以每一个主日一个星期才一次而已，我们花一个小时，包括我们的交通，最多两个小时给天主。可是天主在这一周七天几个小时给了我们，所以非常应该，非常应该，请抱歉我用这样的一个话来讲，非常应该我们星期天来参加弥撒，来向他感谢，跟他说谢谢，然后求他帮助我们。所以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准备我们的心灵，来聆听天主的话，准备我们的心灵来领耶稣到我们心里面来。叫我们开始弥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慈爱基督圣宠圣神的共荣与你们大家同在，天主的心同在。所以我们先开始弥撒之前，求天主先接受我们的忏悔。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天主在天，受光荣，父爱的人在世享平安。祝天主天上的君王全
大家一同来祈祷。天主，你从不遗弃深切爱慕你的人，求你使我们永远敬畏爱慕你的圣名，并仰赖你的圣名而生活。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为天主永生永王。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耶勒米亚说：我听到很多人的耳语，惊慌四起，你们揭发谁，我就必对他提出控诉，甚至我的友好们也都在侦查我的破绽，也许他会露垢，我们必能制胜他，对他施行报复。但是上主与我同在，他好像是一位孔武有力的战士，因此迫害我的人只有失败，绝不能制胜。他们谋事不成，必将蒙受极大的耻辱，永不可磨灭的耻辱。万军的上主啊，你考验义人，洞察人的肝胆肺腑。我既向你诉说了我的案情，愿你使我看见你对他们的报复。你们应歌颂上主，赞扬上主，因为他从恶人手中救出穷苦人的性命。上主的圣言。天主，你是慈爱的，求你抚允我。上主，我为了你饱受浸满，爱得我满面羞惭。兄弟把我视为过路客，同胞拿我当作陌生人。在你失衡的时候，我恳切祈求你，天主，你是慈爱的，求你抚允我。求你
救我，上主你仁爱慈祥，求你俯听我。谦卑的人看见了必要，欢欣鼓舞，你们要寻求天主，必会满心喜乐。因为上主常怜悯贫困的人，从不忘记被囚的人。愿高天和大地赞美上主，愿海洋和水族颂扬天主。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姐妹们，如同罪恶因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亡也借着罪恶进入了世界，于是死亡就殃及了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没有法律之前，世界上就有罪恶。但是，因为没有法律，罪恶本来也不该算是罪恶。可是，从亚当到梅瑟，死亡就掌了权。连那些没有像亚当一样违法犯罪的人，也属于死亡的权下。亚当正是那将要来的亚当的预象。但是恩宠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天上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就要更丰富地赐给众人。上主的圣言。
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在人的面前不要害怕，因为没有一件掩盖的事情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一件隐秘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我在暗中对你们所说过的，你们要在光天下日之下说出来，你们所听到的耳语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人，你要害怕那位能够使灵魂和肉身一同投入地狱中的。两只麻雀不是只卖一个铜钱吗？但是若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得多呢。凡是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父的面前也要承认他。谁若是在人面前否认我，我也在我父面前要否认他。上主的圣言。相信刚才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话，多多少少我们听了会有一个很大的安慰。耶稣讲了三次不要害怕，意思就是说在安慰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面对我们所不喜欢的，面对反正你们不要害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师对土地所说的话，你们不要怕。那在生活当中，害怕是什么？害怕是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一个反应，面对一些事情不喜欢的，面对别人的一个不正当的或是不正义的一个说话或者是行为，我们不舒服，或者我们害怕。但是在生活当中，面对这些种种困难，面对这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不要停留在我的感觉上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害怕是一种感觉，不要停留在我的感觉上而用我的想法理性上的一个方式来应对。我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克服我们的怕惧。所以在生活当中很要紧的就是怎么样子在困难，在危险，在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或是加给我们的这些外在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要用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由我们回应了天主吗？我们愿意说天主，是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接受你的信仰，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们看一下读经一这一位这个耶勒米亚先知。我们知道耶勒米亚先知生命是非常的坎坷嘞。他很年轻的时候，天主就召叫了他，他还说：“哎呀，我年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耶稣说：“你去，不要害怕，我跟你在一起。不要害怕，我跟你在一起。”耶勒米亚执行很多的天主交给他的一些任务。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刚才说生命很坎坷，是他受迫害、受监禁、受虐待。你看今天他讲了很多嘛，你看我怎么样的面对上主与我同在，他好像一位空有力的战士，因为这个迫害的人只有失败。他受到迫害，他依靠谁？依靠空有力的战士这一位天主。我们还知道这个耶勒米亚后来他被外放了，他被这个外放到埃及去，后来死在那里，连死都不在自己的本土。可耶勒米亚他就是因为天主跟他说了不要害怕，
他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跟问题。所以旧约里面天主派遣了很多先知来执行任务，同时他也会，天主也会鼓励坚强这些人。耶稣对门徒们也一样啊，今天对门徒们所讲的也是一样啊。再后来耶稣死了，这个快死的时候他要接受十字架，后来完了以后他跟着门徒们在一起，他面对他的十字架他怎么面对的，就是困难呢，他也害怕耶。你没有注意到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非常的害怕？如果您有时间去看一下这个马窦福音26章以后，26章的后面，他很怕，但是他却因为天主给了他这样的使命，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要他去完成的这个工作，他继续的往前走。然后他升天之前把这样的使命交给了门徒们，然后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我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换句话说，他经验过了这样的困难，他超越了这样的困难，所以他希望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在面对这些困难，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坚强起来。通常我们说不要害怕，大概有下面这几种情形。第一个就是我们通常害怕传福音，害怕传福音。哎呦，神父，我没有念过神学呢，我圣经也不太懂了，我怎么去传福音呢？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到这个餐厅或者是这个小摊子去吃饭的时候，连十字都不敢画，因为我怕人家说，哎呦，你看你这个人不好意思，害怕，不敢传福音。所以问题就出来了，耶稣说不要害怕，你不好对不对，你不完美对不对，我还是一样的爱你。请问一下，12个宗徒当中哪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一个。甚至于这12个当中还有几个犹大是背叛了他，这个伯多禄还背叛了他，不是吗？可是耶稣还是爱他们，耶稣还是努力的愿意帮助他们，坚定他们。我们有什么可怕的？面对这些事情，去把我的不好的生命，但是这不好的生命当中我依靠他，我会努力的做好。所以传福音不一定要去讲，但是我们努力把我的生命，我所感受到的活出来。那我要感受，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我就要去参加弥撒，我就要多念经，我就要看圣经，让天主的生命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让我的生命更坚强，让我的生命更稳固。另外一个害怕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害怕，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敢承认我们是教友，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逃避了，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抱怨天主了，教堂也都不来了。因为什么？因为我那么热心，天天常常的来参加弥撒，我也念经，我也看圣经，可是你为什么让我生病？你为什么让我得癌症？困难不是吗？今天有多少人，我们看一下我们周遭的人，甚至我们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抱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害怕了。当然我不否认这个害怕，刚才说过了，害怕是一个反应嘛，多少人都会反应，包括教宗都会怕，也耶稣都怕了。可是问题不是怕不怕的问题，问题是面对这些我要碰到的困难的时候，我要去看一下。我一直在这里常常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不要去问为什么，天主，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让我生病？天主，我那么好，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事情？你能够得到答案吗？你永远得不到答案。所以面对困难，面对问题的时候会害怕，这是很自然。但是我们要跳出这样的一个
超越这样的一个害怕来，所以要面对它，面对这些困难，接受它，用信仰的态度来接受。我不知道有没有点时间，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让大家看一下天主为什么给我们困难。一个年轻的妈妈有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发烧。我们假设这个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西医还没有那个，然后西医我们知道都是吃了一个药马上就见效嘛，对不对？可是有很多的后遗症。好，去看中医，中医把脉呢，哇，你小朋友肝火盛了一点哈，那我下几天药啊，吃一下三天就好了，给他三天的药，一天三副，九副的药，对不对？九包的药，然后怎么样？熬这个中药，不多，一点点，一小碗。把孩子抱过来给他喝，孩子喝不喝？第一口就不喝了。我们知道中药都是很苦的。妈妈怎么办？硬灌死灌，一定要灌给他。好了，小朋友大哭大闹，小朋友心里怎么想？妈妈你怎么搞的？你不是爱我吗？你为什么给我那么苦的东西？而妈妈呢？妈妈也很苦，很痛，明明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他不喜欢，但是我还要给他，因为我爱他。这就是不要问为什么，去看是什么痛苦，它有意义在的。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对不起，讲不要害怕，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信仰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害怕，面对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尤其是刚才说了痛苦，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面对这些问题，面对害怕。它是基于我们不要害怕，是基于我们对天主的信任，因为我们依靠天主，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所以我们不怕。耶稣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在三元祈祷的时候，你看他的祈祷，第一次、第二次都是还是第一次，第二次比第一次就要好多了。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跟大家分析，我们一起这个很可惜的没有时间来看。那第三次他怎么起来我们走吧，请问他说起来我们走吧，他不怕了吗？他还是一样的怕，但是他有力量了，他站起来了，面对十字架，背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天主，因为他依靠天主。所以各位，我们真的会怕，但是不要担心，有天主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去面对，去接受，去超越，而用信仰，请记得非常非常重要，不要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是软弱的，只有依靠他，他会帮助我们，因为他经验过了。所以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今天很高兴啊，借着这个圣言，天主告诉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我们常会有的一些怕惧，来怎么样的面对，来怎么样的来应付，用信仰，用信心依靠他。天主是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起立，我们继续我们的感恩圣祭，我们来先向他来表达我们的信德。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信他因圣神降临，由童贞玛利亚诞生。我信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我信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我信他升了天，
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我信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我信圣儿公教会，诸圣的相通，我信罪过的赦免，我信肉身的复活，我信永恒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姊妹们，天主是他子民的依靠和助佑，让我们稳定地站立在他的爱内，并为教会和社会祈求所需要的恩宠。请为普世教会的圣职人员祈祷，愿他们从主获得充分的力量和勇气，保护良善的人民免受邪恶势力的所伤害。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人祈祷，愿和平的主驱除发动战争的霸权，并使受侵犯的人得到足够的资源，好能早日脱离险境。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我们的社会祈祷，愿恩赐生命的主常伴随市民，教导他们远离一切伤害人灵及生命的风气和生活方式，并蒙信仰的启迪，追求真正的美善。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求主帮助众人以感恩的心生活，勤读圣言，及领圣事，心灵得到富足。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我们安静片刻，把自己的需要和感谢也为田淑玲姐妹追思祈祷及代祷箱中的意象一起放在天主台前。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我愿意加另外一个意象，请大家特别为耶稣会的圣召祈祷。昨天下午我们非常高兴的就在这里，我们祝圣了三位神父，一位执事，这是耶稣会很多年了没有的一个圣会。虽然我们有四位年轻人升了执事这个成为圣职人员，但是以台湾的教会来讲，我们还是很需要人。所以一方面感谢天主给了我们昨天的四位这个执事跟神父，那我们也继续为圣召祈祷，求天主降福年轻人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邀请，这是天主的邀请，来回应，来接受，来为教会服务。我们同声祈祷，亲爱的天父，你知道你的子民的需要，没有事情为你是隐藏的，求你按照你的慈爱为我们做出安排。你是天主和圣父及圣子，永生永王。阿们。奉献曲，请唱《奉献身心》。
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祈祷，愿全能天主圣父收纳我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求你接受这赎罪与赞颂之祭，借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好能满怀热情的完全奉献，获得你的欢心。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行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千年永生的天主，我们四处感谢你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基督的诞生更新了人类的福救，他的苦难洗去了我们的罪恶，他死而复活，领我们走上了永生之路，他升了天，给我们开启了天国之门，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同声赞扬你，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以服事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基督从死而中复活的日子，你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称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教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新的邮寄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纪念普世的教会，是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众荣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夫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中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得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上主，请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乐平安赏给你们，恳求你不要靠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平安昌与你们同在，大家彼此互助平安。请看，这就是常常嘱咐我们不要害怕在我们身边的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出面施救的天主羔羊，我们以及是有蒙召来负责羔羊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请教友依序前来恭领圣体。
大家一同来祈祷。仁慈的上主，我们恭临了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心灵得以振作，求你使我们常能够虔诚地领此神粮，获取圆满的救恩。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堂区报告，在堂区报告前，我们先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圣家堂的新朋友，请您起立，让我们来欢迎你。今天堂区报告有四点。第一点，昨天刚祝圣的新师铎冯汉忠神父特别来我们本堂守祭，时间在6月26日星期一，也就是明天下午3点半，明天下午5点半，请大家一起前来参加冯神父的共谢主恩。第二点，圣家堂管风琴司琴员培训训练招生，为培育优秀的管风琴司琴员，即日起开始司琴员招生，欢迎年满20岁，能看懂五线谱以及可以弹奏键盘乐器能力的教友报名。招生简章及报名请向询问室洽询。第三点，6月是耶稣圣心月，弥撒后请大家一起恭念奉献全家于耶稣圣心颂。第四点，我们现在要请关怀小组组长薛丽伟姐妹来跟我们报告。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来为大家介绍我们圣家堂关怀小组暨善终助导团的服务。我们的团体服务主要是包括为因为患病或者年长体弱长期不能进堂的教友呢，我们可以做病人及长者的探访。另外呢，我们也有为临终者做断气前跟断气后的祝祷，殡葬弥撒的参与以及追思，还有就是我们11月的列宁月大弥撒也是由我们团体来负责。最后就是我们在定期会为曾经祝祷过的家属，我们会做一个祈福会，我们会有团体的哀伤辅导，让这些家属能够尽快地走出哀伤的时间。那么其中这个断气前跟断气后的祝祷大家一般比较陌生，这是我们的教会提供给教友的一个免费的服务，可是因为碍于隐私呢，我们很难去公开我们曾经做过的服务。常常会有教友问我说，请问你们的祝祷做些什么？如果今天我们进入病房中看到临终者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我们是天主教圣家堂的祝祷团，现在有几位教友和你的家人一起来为你祈祷，请你默想十字圣架上苦难的耶稣。这时会有家属说，我爷爷他重听啊，他听不到你在说什么。也曾碰过家属说，我妈她已经昏迷很久了，意识不清楚，你说这个他听不到的。但是真实的状况却是，往往会看到临终者的眼泪从眼眶中夺目而出，即使他没有意识。记得有一次在台大医院的安宁病房，我们和神父一起过去，举行完了敷油以及我们的整个祝祷程序之后，在我们和家属的关顾当中，看到他的女儿非常的哀伤，低着头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她说，其实我已经跟我的未婚夫婿在筹备婚礼，但是爸爸的病情突然恶化，我已经没有心情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父亲能够搀着我的手走入礼堂。他的渴望上主成就了，因为神父也在，家人也在，教友也在，我们一起请神父做了一个简单的祝福礼。爸爸撑着很虚弱的身体，将女儿的双手放到未婚夫婿的双手上，三个人的手握在一起。当时没有人说话，可是气氛是十分的感人。我想，死亡总是带来了悲伤跟不舍，但是我们在死亡中也看到了希望和祝福，因为爱永不止息。我希望这样子的案例能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关怀小组做的服务。如果你有感动，也欢迎你行动。弥撒之后呢，我们在走廊有教友，我们的团友穿着紫色背心。如果你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的想要了解或疑虑都没有问题，可以请教我们的团员，我们都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今天的报告到这里结束，谢谢。以上详情请看本周周讯，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一直陪伴着门徒们，现在在陪伴我们的耶稣基督也跟我们说，不要害怕，生命虽然有困难与问题，我跟你们在一起，继续往前走，重要的是你们要依靠我，依靠耶稣基督，所以他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怀着信心，怀着依靠，我们继续往前走，面对生活的挑战。弥撒礼程，我们现在念奉献全家耶稣圣心颂。我主耶稣，我们现在跪在你圣心像前，感念你种种的恩德，爱慕你无穷的美善。你曾告诉圣女玛加利的，愿世上所有的人都前来奉献于你。现在我们全家遵照你的圣意奉献于你圣心，愿我们常能保守信望爱三德，每人都能勤勉工作，热心祈祷，全家大小都能平安。仁慈的耶稣圣心，求你做我们的家长，管理我们全家大小所有的事物。我们愿把一切无论欢乐和痛苦的事完全托付于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家的或出外的，也求你保护我们全家的人。我们中间若有人伤了你的圣心，求你以慈悲为怀的心宽赦我们。慈爱甚是海洋的圣心，求你帮助我们一家人完善地遵守你的诫命，以获得善终的宏恩，好使我们全家人将来都能到达天国，与天主共享永福，并永远感谢你无限的圣爱。礼程曲，请唱《天主住在我心中》。